荒謬嘅嚇，即係我哋即係仲係 elite 嘅同學嚟，即係我哋 elite 嘅條件係希望大家攞八成啊嘛，即係32分起碼攞到26啦，又點幾咁先？咁7分係咩概念咧？就有個同學好搞笑嘅，我一提都唔拍劇透俾大家聽啦，冇考 mock 嘅同學都聽下，就係、是、我問出師表，就摘到一句原文去講出當時蜀國面對一個危機。OK， 咁大家都諗到啦，摘到一句原文講蜀國危機就係邊句啊？今天下3分益州疲弊，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嗱，你冇危急存亡之秋也，你寫到今天下3分益州疲弊，我都俾分啦，係冇咁多嘢。你知唔知有同學答咩？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弊在老秦啊！我问出师表，佢答六国论啊！你知唔知我改到啫？我出烟啊，大佬！我问出师表，你答六国论，跟住后面仲有条 long question 上题啊，就话诸葛亮有啲咩建议？佢脚教苏洵系叫大家唔好老秦。我真系，哇！我真系黑人问好啊，大佬！你知唔知边个出师表啊？出师表喺三国嘅，六国论喺北宋嘅。咁即亦都即听到嗰位。